浮标音频视频，一个网站免费解锁全网资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杨小亮，欢迎收看新奇视频。屏幕前的你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做 PPT 时找不到合适的字体或者图标，在剪辑视频时找不到想要的音频素材或者视频素材，其实这些都很好解决。今天小亮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冷门的素材资源网站，只需一个网站，让你从此不再担心素材不够的问题。这是一个素材网站导航，名字叫 PickFree。进入网站后，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素材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网站根据不同的素材类型进行了分类。在最右侧可以看到有图片、背景、纹理、字体、音乐、音效等素材。往下滑动就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素材。找到你想要的素材类型，选择一个网站就可以开始搜索了。这个网站除了有大量的免费素材资源外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在线工具，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 PDF 格式转换、图片识别文字、网页长截图等等，这个网站都已经帮我们汇总好了，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即可。此外，该网站还汇集了大量的学习网站，随便点击一个就有大量的学习资源，像网易公开课、慕课中国、 TED 等等，是不是超级强大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上述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希望你能够点赞关注。如果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。另外，我的主页还有很多的干货分享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前去观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收藏。我叫杨小亮，一个热衷于分享的数码博主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